快游戏，我是小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阿克。我是小弟。弟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《我的世界》啊。嗯。大家看到是 1.8.9 的版本是吧？嗯。上次我们创了一个地图叫什么呀？是 The Lucky 的 PVP。The Luckiest 的 PVP 是吧？嗯。这个我们管它叫自由探索模式啊。对。就是这个地图，这是上次我们这个 PVP 的地方。哎 ，PVP 的地方，这团火是谁射出来的？我。你的那个不带火焰。哦，对啊，我这个往天上射出来不带火焰，小心射到自己。会不会射到自己呀？我先让你加进来吧。哦，来，开放，来，哎，这么长时间才掉下来啊？嗯。63299。好。哇，这个箭射出去那么长时间才掉下来啊？嗯、我看能不能射到这个小羊掉下来。3，咻。99。我下来了，哇，射到我身后去了。嗯。哇，还是非常容易射到自己的。对。来，我看能不能让它射到我自己啊？我关注他，我来了，哪边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哎呀，好难呐、啊，好难射中自己啊！好吧，我也吃个饱。那么这一期我们继续探索啊，嗯，继续进行这个自由探索，我也来试试，然后收集装备啊。你看啊，能不能射到我？射到我？射到我？啊！你这偏得远了，你这跑哪儿去了你？这面面掉坑里了。哇，这洞还挺深的，挺深，下面还有苦力怕的。嘿呀，苦力怕，嘿呀。干掉了，我只有9个原石，你能上得来吗？你啊，差不多。哎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再挖一下。刨个泥土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各自选一个方向，就随便跑了啊。我还是沙漠那边。好的，这还有个那个蘑菇牛的头，不、但是这样会影响我的防御力，扔了吧。然后这个指南针我也不要了，青金石也不要了，青金石可以附魔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天。哎，这个版本青金石附魔需要，不是附魔需要青金石的吗？应该需要。哎，小黑眼有一些，还不错啊，留着点吧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哇，这瞬间就满，就来哦，有个神镐。我看刚刚有一个，有时运3，哎，比我现在这个好，替换掉。哎，好了，走了，我找个方向。我找哪个方向？你往那个方向了，那 我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吧。这次 PVP 我无敌了。你弄了个什么呀？神药水。神药水就无敌了？我还以为你扔了、这样你来过了，这不是你的那个矿车吗？过山车。啊，那我往那边去了。嘿，往这个方向去。哇，一堆羊蝶罗汉，上面有个钻石块。好的。但是我要怎么才能上去拿到呢？薄荷。哎，我还有垫脚石。嗯。啊，那边有一个高的，那个高大高树你去过吗？大高树我忘了，是不是你去过的地方这边？哎，这个钻石块竟然挖不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要把底下的羊给杀了，然后让钻石块掉到地上才能挖到。哦，那你杀呗。那我要不要吗？那你就杀吧。哎，骑驴，这肯定是你来过的地方，你看。嗯，是不是？这个村民我见过。啊，这肯定是你来过的地方。好吧，不好意思，我要那个钻石块。有几个小羊？反正是一群羊蝶罗汉。彩色小羊是吧？那个钻石块掉哪去了？啊，这边你也来过了吧？哎，钻石块呢？完了，我跑重复了。这也是你来过的地方？你看这比你啊没有啊啊这这这这这，这你没来过，这还没跑呢。那怎么就着了呢？这是岩浆弄着的，什么呀？几个门？一堆门。哎，我刚才杀的那些羊掉的钻石块在哪？杀羊还会掉钻石块呢？哇，这个也找着火。刚才那一排。糟了糟了！天黑了。刷怪了是不是？对。哎呀哎呀！你要死！哎呀，我要挂了，我要挂了。你不是有复活金苹果吗？我不想浪费复活金苹果在这儿。我要挂了，哇哇哇哇！这也不叫浪费呀、啊！哇，我居然打过了吗？打过了吗？存活了！你先回回宝石度吧。哇，我好像活下来了哎！啊？哇，是到晚上了，不过我活下来了。这什么？我活下来了哎！我太神奇了，这些小蠹虫没有干掉我，给我留了好多经验。好吧。要不要那个呗？这也是是吧？嗯，这也是刚才出来的啊。还有没有？我挑个白天吧啊，要不然钻石块不见了。
这个白黑灯瞎火的不好。来，这还有小蜜蜂。哎、这是狐狸怕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绿宝石幸运方块呢。我天，你把苦力怕看成绿宝石了？嗯，看成绿宝石，幸运方块了。小僵尸，小蠹虫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幸运方块，哎，不用吃了。那边有小蜘蛛。下哇，我以为谁要水了？啊！谁要水？好吧，我到时候扔给你啊。咦，还有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神药水，这是 Kill 药水。怎么？你可以给你自己丢一个。哎，我这个西瓜吃上是不是有好效果？闪耀的西瓜啊！我这个暗夜萝卜应该才会有，我吃一个试试。啊，我现在吃不了。哎，出发！哇，夜市，夜市饱和生命回复二。好吧，对，我们还没得到过核弹呢，是吧？嗯，核弹一炸，两个人全部死。对对对，那个 him 还有那个凋零风暴什么，不是很难打死吗？嗯，我们可以考虑以后弄点核弹炸他们。哦，是吧？可以可以，那个创造模式里面拿核弹演示一下啊。嗯，演示一下怎么把他们给摧毁。什么？闪电跟着我打！凋零风暴吗？要死要死！是不是凋零风暴？不是，闪电跟着我打，啪！这是些没用的。我回到村庄了。Oh no！ 风力四。我刚才好不容易跑过去的。这些附魔术都没用。哎，对你死了是吧？嗯。你这样，你输一下这个 back， 看看能不能回到那个死亡点。啊。不行。啊、不行啊！看见没有这个？哦，版本不对啊。不知道。这个有的观众提到说，输入一个 back 就可以回去，看来是不行。哇，这一个小黑屋。这小黑屋好像是你弄出来的，这你已经挖过了。好像是。嗯。水牢。哇，这片你也来过了。这片我没有啊。那个水牢是谁挖出来的？啊，那是刚才我，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蛋糕。我不要蛋糕。蛋糕可以作为你的食物。嗯。这边我有一个速度靴太好了，这样可以跑得很快。我完全没有一个可以。嘿嘿，他叫。你不打他，他不会打你的。是吗？他是僵尸猪人。哦，我不打他，他不打我是吧？对，他是僵尸猪人。他叫 Johnny。哦 ，Johnny 你好。但是他会不会掉那把附魔剑呢？有可能会，但是你肯定打不死他。为什么？他那么牛，他那一套呢？我也很牛了。哎，这的没了，肯定是你挖过。哇，那棵树是我上次我说只能摔死一次的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上面出来个房子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边你去过了。然后我就找不到下来的口子了。哦，然后你就摔死了。对。但是我有点想跟他大战一场，我又怕回去。哎，这边那棵树你肯定没去过。这棵树。对。啊。哎，高塔，应该不是被挖过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但是我那个塔顶的恶魂我该怎么征服呢？塔顶的恶魂，嗯，你知道它会出现了，你就当心点，一剑就可以搞定它。哦，啊，上去喽，耶！我也上棵大树，先吃个饱吧。一边爬一边吃。哎呀，我的胡萝卜不是很多了。这上面没怪吧？这上面没有。没有刷怪种是吧？没有。好的。嘿嘿，我来了，三个幸运方块，先来哪个呢？这个，下去吧。啪！我还让他下去吧，结果他让我下来了。Oh no！ 他的弓有冲击，应该。我的天，没有回去这个指令啊。嗯。那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回到那个地方？可是我这也是重跑的。好吧，只能重跑了。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随时记住一个重生点，是吧？完了，在挖这种危险的幸运方块之前，好吧，我看能不能运气好再找到那个大高塔。好吧，我往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我从这儿破墙而入，顺便挖点矿石。好的，我还跟他说，我还跟他说下去吧你，结果他说下去吧你。箱子，哎呀，吃的金苹果，还有附魔的金币什么的不要了 ，Lucky Block， 幸运方块我应该来一下。两个摆好，先你河豚，再你好多兔子。哎呀，僵尸。然后这个
回好多鸡蛋。嗯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谁造成的？我。你造成的？你造有啪啦啪啦的声音。你造成了晚上是吧？嗯。哦，是有好多史莱姆。哦哦哦！哇哇，天哪，你那也太多了吧！哎呀，你出去肯定是围了一圈史莱姆。哦那哦，你在那个你在卡里是不是？那和平吧。那你和吧。我出去，我和没用。啊、哦，我来给你和一下。没了吧？没了。哦，这个默认难度是困难的。哎、哦，这个钻石块是那个会掉落的，我捡起来了。好的。哇鹅、什么什么什么？这高塔底下怎么会是这个？这好费劲呐、啊！上来了。不要给我出什么幺蛾子啊！哇！哎呀，我天哪！这闪耀的西瓜不能吃啊，扔了得了。好吧。这，天哪！不要出什么幺蛾子，结果给我炸了个半死。还好我选的厚。出什么幺蛾子啊？嘣！不要出什么幺蛾子啊！嘣！又炸了。醉了。我们这个存档，等我们装备差不多了，也去打打这个梦影龙啊，打打凋零什么的啊。好。哇、啊！下！别跑！干掉！这还有一个。我！那是经验。哦，一个经验，我还以为一堆效果呢，狂捡经验。这什么效果五？嗯，哪个？这个。抗性提升啊！还有这个，还有、我刚才捡起来这个。这个是五 gold random potion， 五种好的随机的效果。哦。五种随机的正面效果。好吧。这里面有个信封啊，在这里。钻石。哇！呵呵。什么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是狂加速那个方块，你一按前就会掉到岩浆里。那我应该把这挖了再按前，就会飞出去。哈、啊，果然，哈哈，就说你直接的钱就会掉进去是吧？嗯。所以幸亏你提醒我是吧？要不然我肯定掉下去了。哎，不过说我现在应该去哪儿？粉色，啊，这次是钻石的，是什么？哇，属性很多呀。超牛的。嗯，可以留着。你无敌了。这个绿宝石的我不要了。哇，这个头盔也不错，可以换掉我这个头盔。哦，钻石头盔扔掉。OK， 继续，这边还有钻石头盔，你都扔掉？对呀、啊，我钻石头盔都扔掉了，好嚣张啊！这个有耐久三，应该用不坏了。好像一道白光从我身边穿过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你那个高塔还没征服完呢？没有，我边征服边挖矿。能、no? ？又有神煤炭。吧。跟我这块一样，算了，不要了。我的钻石剑应该比煤炭厉害吧？必须的。嗯，哇、啊，那边又着火了。红发恶龙，一定又是幸运方块惹的祸。哎、绿宝石，幸运方块惹的祸啊！又是这个，刚才就是这个，让我进到那个史莱姆城堡里去了。他打我的应该。对。哇！他这把大剑好长，这是金箍棒啊！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呀？哎呦我天，他这个击退超强。对，他超级牛。哇，先跑，要死了，先跑。你跑得过他吗？他跑得不快，我有速度区。哦，我先跑了，吃个金苹果啊。嗯。你别过来啊，小样的，你有种让我吃个金苹果。哎，他在追我。小样的，哇，打！我有金苹果了，打死你！哇，什么效果这是？他这把剑应该带 lucky 的，砍死了！我得他那把剑了。哇，你哇 ，reach 十，伤害加十。啊！哇！太帅了！钻石剑直接扔，哇，太嚣张了！钻石剑都扔了。哇，这个胸甲，你太牛了！这胸甲会不会比我的钻石甲厉害啊？看来这次 PVP 我又输定了。哎。不过这胸甲没比钻石甲提高多少，带着吧。岩浆膏扔了，他还掉什么了？没掉什么了，我都捡上了。还掉了这个护腿，我这个护腿应该比这个绿宝石的好吧？好。哦，我感觉我这次 PVP， 我摔惨了。嗯。我赶紧来一个暗夜胡萝卜。我。我感觉我牛了。为了捡那颗钻石。我感觉我牛了。结果摔惨了。看看我的样子。哇！你太牛了！看这把剑都看不到头，那都看不见剑的头，哎，牛了！让我看看头哦，在这儿看。我呦呦呦呦呦！
太长了，太威武了，这我怎么办呢？到时候到时候这我怎么办呢？再来一个。什么？正好让我练练手，你们我还练练手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快跑！哇哇，我还练练手呢，太多了，练什么手？快跑啊！啊，他们应该追不上我，快跑！我跑到这来调和平啊！我天，我还要练练手呢，太多了。你还练练手，太嚣张了。好吧，好吧，碰上墙，因为你那边嘛。你那边又出幺蛾子了，怪鱼！哎，我是出个小房子，小房子啊，一个铁匠铺。我是召唤了一个铁匠铺，有个箱子，啥玩意儿没有？走了。哎呀！好了，那堆玩意儿应该没有了吧？我练手的那玩意儿，这是练我调和平的速度啊，还有练我逃跑的速度，所以说这也叫练手。就这个方块，走，这能打得过吧？你只是附魔剑、钻石剑、附魔胸那个钻石甲而已。爆炸了！你头上都没名字，应该不厉害吧？哟，他好像打得很远呢。还有荆棘吗？这家伙有荆棘吗？哦，这家伙有荆棘！我天哪，我不打他了。他有荆棘，太讨厌了。他不会追出来吧？你就在那儿。哇哦！又一个牛的，哦，捡起来了。你，哎呀，小洛克里，在云方块里。嗯。好吧，你会跟我走吗？他肯定不会。那你就在这儿吧，跟我走很危险，所以你在这儿比较安全。哇，这连续好几个。好了，我征服完了，我要下塔了。跳蛙。这次我看见那个恶魂刷怪龙了。上次哪来的女巫？药水，天。着火，上次你那儿可能出问题了，这次我看见那个恶魂刷怪龙了。嗯，我天，看没，这个五种这个随机的负面效果。啥？我这个药水跟你那个刚好相反。哎，许愿井井进去。TNT。你怎么知道？哇！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提示一般都是TNT。啊，是吗？好吧。红色的字一般都是TNT。哎呀，我天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不过我没费多少血哎。你躲得快啊！你一说 TNT 的时候，我就信了你，我就赶紧跑，结果就躲过一劫是吧？嘣！到海边了，我到海边了，我要往那个方向去。哇，这怎么那么多蜘蛛丝啊？那还有一个，啊不对，那个我挖过。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蜘蛛丝？嗯，你到了哪了你？你好像已经跑得很远了呢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这个是。You won't move。 哦，你喝了之后就不能动了，变成雕像了。这你要不试一下？我不喝。嗯，根据我看的那个意思，应该是你会变色小羊，变成雕像的。这为什么不是喷溅型的？我可以给你喷一个。你美杜莎啊你，让我变雕像，你美杜莎呀你什么？我好多块啊！哎呦，往这边，哎，沙漠神庙。啊！你去探一个，我去探一个。居然被我找到一个沙漠神庙。沙漠神庙，沙漠神庙的入口在地下啊！我从上面直接跳进去吧。哎呀！拿着我的沙子上、啊，摔死我！来，小心那个踏板啊！嗯，从这儿往下去。我没火把。嗯。我没火把，这不是太悲催了吗？没啥，没啥，没啥，没啥啊！别下来了，再垫上去。麦，我到树林了，我不想去树林，树林没多少的。是吗？树林看不见是吧？嗯。视线不好。这边。哎呀，还掉水里了。我们现在这个装备打墨影龙和凋零应该是没问题了吧？哇，这什么？哦、哎呀，这个里面会有宝箱的哇！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宝箱。哦，有看到了。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宝箱。嗯，那我怎么下？你就这样下呗。我怎么上、啊？跳下去、啊。待会儿怎么上啊？垫脚啊。哇哦，皮革淡蓝色的。不是很牛吗？不是很牛，只是有一套衣服淡蓝色这个风格的。然后还有旗帜。嗯。
不够，不够。我再把这些橡木分解成木板。哎，这个是我来过的。这水里面怎么进呢？这，那这个你就不进了吧。我要进。这哪有啊？哎，这从这冲出来。咋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啊？哎，那有一个普通的。哎，那山顶还有个漩涡的。也就是只有两个箱子，中间那个没箱子。哦，这是红的。骷髅的头颅。啊，这中间那个应该没有。嗯，因为我下去直接被冲出来了。我再看来，什么？你是选景是吧？嗯。我从这下去直接就被冲出来了，嗯，冲到那边来了，走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就这些东西。掉矿喽！掉矿喽！矿石没用啊，你忘了？我可以做钻石的东西啊。你现在钻石的装备还不具备呢？不具备。我都钻石剑、钻石盔甲什么全都扔了。你还在寻求钻石的装备呢？我呀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喂，我现在护腿和头盔还是铁的呢。好吧，太悲催了。你怎么打都不出装备？啊哈哈！小白鱼，小白鱼！哈哈哈！调和平的手速，还行是吧？还行。哇，死之前调完了。啊，还有。哇，还有，我不是调了和平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你要调和平过一会儿的，啊，因为它是小白雨。啊，它会下一会儿的是吧？对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先调白天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哇，太吓人了！那边还有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快走！别给我出什么幺蛾子，钻石桥。离开这儿。钻石桥也没用啊。哎，有一棵大高树。大高树，嗯，那着火的。但是刚才我是让大高树上被小白给打下来，摔惨了。这个说不定就是你刚才那颗。暗夜，金粒悄悄的对你说。附魔金粒啊，一颗。哎呀，这又有隐藏着一个苦力，啪，炸了吗？啪，哟，我这块煤炭有击退，所以它炸不了。你现在还在用那块煤炭呢？我没有更好的武器了。哎呀，你这装备也太落后了。对呀，所以我说，哎，你都挖出来些什么呀你？嗯，那有个小白。我挖出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哎呀，干掉，上。哎呀，我的垫脚方块，我还有没有垫脚方块了？我经常能挖到装备什么的。你现在最牛的就是你那瓶药水是吧？待会儿 PVP 你就靠你那瓶药水了。来了。嘿，什么一块什么方块？药水，我也得了一个药水。你又得了一个这个。降魄 boss 五啊，喝了之后可以这个跳跃提升五啊，好像。啊！一堆羊毛。哇！一堆垫脚石。我下去下去，下去下去，下去！我来一个这个药水试试看，我能跳多高啊？嗯。降魄 boss 的听着就挺猛。推进器 啊，应该嘣，应该能跳很高的。好，我来试试啊。嗯，喝上。多长时间？一分多钟。不是很高吗？还行吧，一般是吧？瓶子扔了。嗯，哎呀，不是很高。嗯。听那意思，好像是要不得了了似的。哎呀，哎呀。好，哎呀，也还行。这个小房子应该能跳上去，哇，很轻松，挺厉害了，这就算挺厉害了。嗯。什么？又完了？又完了？手速，手速。每次都和平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这没办法，出来那么一堆下雨的。白天，白天。哦，好好好。跳白天。哈。哎，我们这个模式想要打龙什么的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要塞啊？木影之眼呗，好多钻石块啊， 我可以挖。那我们得攒着点。你有没有攒木影之眼？我没攒。是木影珍珠吧？木影之眼啊，木影之眼。我现在有三个。我现在有零个。我们得想，哇哇，太牛了！我直接跳出来了。哇！对，我看到这个牢，我这下意识的一跳，直接从这里面跳出来了。嗯，哇，这就是跳跃提升的效果啊！
我这跳跃其实喝的太及时了是吧？嗯。哇，这个直接是我这个逃出了这个牢房啊！哇，哎，这个有没有摔落保护的跳跃梯上？这个应该有啊。我来试试啊，我从这大高处跳下去，看会不会摔飞雪啊？跳水里了，啪！妈呀！跳水里本来就没有伤害。啊，我跳上去了。啊，好，我要挖幸运方块。那个绿宝石快不要了。完，过了。哎呀，马上感觉跳不动了。金锭不要。哎呀，马上感觉跳不动了，好不奇怪。这边。这个钻石块还挖不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回去 PVP 了。好。一盒。又来。我哎哎哦，本身就是和平，刚才。哦。刚才调完和平没调回来，好像是岩浆怪，听那意思。对。哦，好好好，白天白天，怎么老是来这种？对呀、啊，老给我来什么雨？好，我再挖最后一个啊。嗯。哎，我到雪山了。好多好多绿宝石，但是能挖不着。喵、嗯。哦，哪个？这个。钻石。那这个也挖吧。什么苦？闪电苦力怕。闪电苦力怕！哇，我隔那么老远就打死他了。天，不可思议啊！闪电小苦怕。好，我 TP 到你那儿去跟你 PVP 了啊！等会儿我这儿有钻石块没挖完呢。好，你先慢慢挖着。只不过这是一个建筑，我把它给摧毁了。好吧，你要那些钻石块有用吗？有老大用处了。来吧！哇哇哇！这是写的什么呀？你在这挖？哎呀，还有屏障中间。对啊。那怎么过去啊？哎，我要到那边去啊！怎么过去啊？这是？过来，哎呀好，我要看这是写的什么 ，rain 什么？让我挖绿宝石块。Rainbow 哦，你是不是挖了一个彩虹幸运方块啊？应该是吧。是吧？是 Rainbow。好啦，来战斗啊！我找个地方啊，待会儿你 TP 过来。嗯。我找个战斗的地方。我要分解钻石。嗯、这块就挺好。哇，我有好多钻石啊！嗯。等会儿，我没有工作台，你有工作台吗？我需要用。我没有啊，我可以给你做一个。啊、哦。你 TP 过来吧。等会儿。我给你做一个。TP。喏，哎，这什么方块？屏障。嗯。你怎么挖的屏障？我没挖呀、啊。哦，那是会掉落的。那个地方会掉落屏障。哇，我身上居然有八个屏障。哇，可以放，放了就拿不掉了。嗯，所以我不应该乱放是吧？对，好吧，我还有七个。我要先做一个护腿。我留着这七个屏障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吧，来吧。你远程还是近战？远程啊。好，你远程我近战啊。你这大剑，我你觉得我能打得过你？好，那先远程吧。来，预备。我现在才钻石套。开始。这，哎呦，在哪儿啊？人呢？在这儿，不要上来就被射中，敲！呀，你又开始你又开始逃跑模式了，我这肯定打不过你呀、啊，所以我得要跑啊！喂吼，喂吼，我炸！哎呀，我中了，完了我又开始燃烧了，我又开始燃烧了，我很难命中你，你看不见我，你还射出一箭，哎呀！哇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喂，等会儿，停一下，怎么了？停一下，我还没吃暗夜胡萝卜呢。好好好，给你个吃暗夜胡萝卜的机会。吃，好的。开始了。嗯。哎呀，要死了！那我进站了啊。好，等会儿，预备，喝一下谁要谁。喝上了。开始。呀，人呢？在这儿。哎呀，你隐身了。啊？你隐身了。你只有盔甲了，我、哦、天，我靠近不了你这样。哇，你跳跃提升好高啊！下，哎呀，哎呀，来吧来吧，我天哪，你看你跳得多高，来啦，啊、来啦，加！等会儿停，我怎么没法攻击啊？哎，我点左键没用。那你换个武器吧。那我就只能远程了。嗯，好吧，你远程吧。啊啊！加！哇！啊！加！哎呀！加！啊！在哪？人呢？人呢？呀！哇！加！呀！啊！要死！你费没费血啊你？我费了。哎呀，你那个药水肯定狂回血。
哎呀，中了，我中了，我没有恐怖血呀，快躲啊！站！哎呀，我就知道又要被打！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换上我的速度之靴。Oh no！ 追不上你，哪去了？人呢？人呢？明显速度变快。哎呀，你这个击退好强啊！你这个弓，啊！我要摔死了。哎呀，在水里我就游不动了，我的速度优势没有了，游不动了，游不动了，人在这儿，哪去了？上树了，我上不去了，人呢？在地上啊，被连击了，哎，又到水里去了，又到水里去了，我吃个附魔金，我吃个金苹果，这，哪呢？在这儿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呀！这 PVP 打的找不着人了，哎呀！要死，你被连击，我要摔死了！快点，再补一刀啊！哎呀，不要再吃暗夜胡萝卜了！打 啊，终于打死了！我天哪！哎呀，这太不容易了！你吃暗夜胡萝卜回血特别快是吧？嗯，所以很难打死你。好吧，这个你那个金战突然不能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好，嗯，回头再试试看，下次看能不能。哎，能用了，哎，又能用了。啊，刚才可能是出了个 bug， 你死过一次之后就能用了啊。嗯，好吧，行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快游戏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